刷牙就用这个刷的，啊，我你有杯子呀？没有杯子啊，就这个吧，没事。我刚刚买最贵的牙刷，这个一次400块钱。哼，哎，你放着吧，我准备开，我已经开了，我都调一下。操，这他妈的没信号，我操！这房有信号呀，这房子我都有信号的。是啊。你调一下。为什么我这手机没信号？我这个基站啥的可以做饭，就比较方便一些。没事，在家里玩可以做饭的。虎斌，准备起来了啊！昨天睡好了吧？没睡好，在谢总家里免费白嫖了一晚上，还说没睡好啊？你睡大床呀？我都没睡好，这么大床吗？睡大床都没睡好。这你还在睡吧？啊？不是，你不能再睡了，再睡。另外我看不着了，外卖还没到，我订了个外卖。另外我看看，哎，你们卡吗？啊，直播间卡吗？一个你们要吃火锅，晚上我会做火锅吃，买点菜。下面锅都方便了，电磁炉也有。火锅啊！啊，吃吧。晚上要么找个热闹点地方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跨个年吧。好了，好吧。反正我做饭也可以。好，行。哎呦，真的，没睡好，没睡好。啊？昨天他妈的3点多睡的觉，3点多4点。你开播了，一哥现在在我家，昨天晚上睡得很舒服的。怎么一早上他妈的问我车模呢？车模怎么睡他这里吗？睡我这里啊？你这么莫名其妙。车模在产办了。妈的，神经病！一哥昨天跟洪斌在我家住着呢，没有车模，没有女人，只有三个男人。不过昨天那个闺蜜啊，确实好看。啊，你喜欢她闺蜜啊？我心动了，真的一个。真的假的？我虽然不缺女人，但是我觉得她闺蜜确实好看。她闺蜜02年的，你这个也太嫩了。啊、不，年龄不是问题。我操！真的，我虽然我是不缺女人，但是我觉得对这女人我心动了，像刘亦菲啊。那今天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明星刘亦菲，要么把她叫出来，她叫刘亦菲啊？不是，我是像刘亦菲。啊，像刘亦菲。而且身材也好，身高也高。那今天要不把他叫出来，把刘亦菲叫出来。你请刘亦菲吃一顿。但是我是真的不缺女人，但是对于那种女人我心动了。嗯。啊，你喜欢这种类型的？对呀、啊。嗯。红兵不是约这个我们家门口的一个。他约了吗？他约了。红斌，你把那个女的约了？没约过是吧？他没约过。今天继续吃泡馍，对。不是不是，我已经叫好外卖了，我叫了那个爆吐司，吐司爆蛋吐司啥的。外卖不能再吃泡馍了。
宝宝其实挺好吃的，可能你们吃不惯吧。这天天吃也吃不消啊，宝宝。一会儿我们就去兵马俑了，兵马俑是大家都知道世界八大奇迹，秦始皇兵马俑里面很好玩的。薛总去过吗？我去好几次了。我咋了？呛到了啊！慢点，我在兵马俑探过店的，探店兵马俑，我有作品的。一号坑、二号坑、三号坑，啊，我都拍过。探店，兵马俑也能探店的？不是，是拍那个，就是不是叫探店，就是给人家拍宣传片。我有作品的，真的。在我某音上，往下翻有一个兵马俑的一个作品，八分钟的一个作品。嗯。别忘了我的技能啊，探店。啊，我的技能是探店呀，我多项技能，我比王教练多项技能可以探店，嗯，这点话是真的，真才实学的，真没骗你。啊，你看，终于有个他妈的弹幕说出来，那、啊、帮我说了一句话、啊，真的，这个时期都不敢出门。妈的，我出门了，我他妈播个户外了，哎。对啊，一哥也。我他妈的还要被你们说，啊！你以为我想出门？我天天他妈在上海滑滑雪，我今天上海滑滑雪，你们送过来礼物，我上过来，啊！我他妈播个户外内容，他妈的哔哩吧啦被你们说。对啊，一哥用心了呀，我看着呢，一哥也很辛苦的。他妈的说的太对了，真的。昨天那么冷天，一哥。礼物不上面就算了，那么看我直播又不是看谁直播。妈的，我出去给你们想想内容去播，他妈的还要那说两句，不看就滚，操他妈！早上逼我发火。我不用跟谁比啊，因为本身我在西安就有车有房的，我需要跟谁比啊？你们说是吧？妈的，哔哩吧啦他妈的，哦，我出来给你们跨个年肯定播户外，啊，给你们出来走走，跑到西安来，他妈的，我好像赚了很多钱一样的，啊，我他妈在上海给你们划划水不就好了吗？哦，给你们出来这么早，我他妈的那么晚睡，我十一点爬起来，再给你们播户外，再给你们播兵马俑，啊，我得罪谁了呀？啊，一个个的。昨天晚上半夜我就想骂了，其实，但是昨天晚上半夜还好，他妈的我真的是昨天半夜真的是烦，事情他妈的多，我打电话去了。我昨天半夜我就想骂了，我都看弹幕有点不太对了，那噼里啪啦，我是那个。妈生这个病，他妈的在外面给你跑来跑去播户外，他妈的啰里吧嗦啊！没事，一个一码归一码，开心点，让人出来玩了，开心点。礼物不上就不上，废话不要多啊！大家上一上啊，上一上。确实，一个对吧？讲道理吧，我现在他妈的，如果现在在家里呢，啊，我也可以在家里啊，我开了个电脑，他妈的，我在家里划划水好了。我自己家里划划水，你们看完了，啊？我上个毛线。对吧？当然你们也不会说我。根本题就是我也想跟直播间大家播点内容啊！他妈的这么冷的天，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对吧？我也想出去走走啊，给你们播点户外内容啊。我都在直播间都禁言了，我上个毛线啊！鱼吧也禁言了，我现在只能看，没有发言权。妈的，这莫名其妙，操！禁言不行，我刷荧光棒都刷不了。真的，这人都是怎么心态啊？真的。你看，我刷了15个荧光棒，都。不显示的。
其实今天吃泡馍也可以，可以吃小炒，小炒也是。今天不吃泡馍啊？不是，那可以吃三星套餐嘛？好吧。今天咱吃点别的吧。红斌起来了。你先起来刷牙呀，你洗漱呀。刷牙刷牙，我也刷。我八点半都起来了，所以今晚你睡沙发吧。我靠，换着睡啊，你这老让睡沙发呀、啊？那个床很大的，可以睡两三个人的，红兵非要一个人占一个。你让我们薛总他妈的睡沙发过分了啊！比照，今天晚上你洗啊，嗯。酒店也很贵的，酒店一天200多块钱，最便宜200多，稍微好点300多。你要酒店也有成本的，所以我也是为了这个，对吧？成本。昨天睡在这里。你看，都就省了几百了，你说是吧？西安的酒店其实挺贵的，而且过节期间他们没有优惠的，都拿实价。刷牙，刷牙，刷牙，刷牙。是不是这个刷了？可以刷。可以刷。嗯。那你给我到灯里看，大哥，你看，你看这个。徐总，咱们这个啊，洗手间卫生设施上到底还得做做、啊。因为这是住的房间，我们没收拾，这不住人的。牙膏有啊？要只能上上面，这边有，上面就有。不是这个，你用我的吧？啊，用我的吧。我专门买最贵的牙刷，竹炭的。因为我觉得这块的这个环境啊，很像一哥的那个上海那个房子，功夫村的房子。嗯。所以我想让一哥有家的感觉在西安。哦，不用，哪里条件好，你让我住哪里就行。高层，我还有个高层呢。公共村也是这样环境啊，也是小区啊，也得爬楼梯啊，所以无缝连接啊，有种家的感觉，宾至如归。我是1:1按照一哥在上海的这个居住环境，完美的复制过来的，量身定制了。对呀、啊。厨房也很脏的，哦，厨房也很像你们家的厨房。哎呀，我操！对呀，安排的明明白白，跟家一样的感觉。来，这是西安，上海西安。厨房跟一哥的厨房差不多都是有年代感的厨房，那个锅很黑的。当时我在一个直播看过一期，那个餐厅这块有啊，这有这就是
当时我看过一哥在家里面直播。是的，我这个是擦脸，这个擦屁股的纸巾吧？那也都可以用，都净的。当时我在一个有一期看过一个家里面那个厨房，跟我留下深刻印象，所以我厨房也按照一哥的要求，那个锅也很黑的。所以我一定要让一哥有家的感觉。来西安就跟在上海是一样的。我昨天睡沙发呀，兄弟们，我昨天睡沙发呀，我让洪斌睡大床，一哥睡我的房间，对吧？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本来我可以不用睡沙发的，我睡沙发了呀，睡得我现在没有休息好，沙发很硬的。洪斌一个人睡了2米大床。洪斌快点起来了。比一哥床要大，洪斌是睡的是最大的床，一哥睡的是1米8的床，洪斌睡2米。哎，我怎么手机没信号了？啊？停机了。停？嗯，交话费啊。对，怎么我手机怎么停机了呀？我操！那直播间还在啊？那个，你这 WiFi 有啊？这 WiFi 我也不知道。有，你看这 WiFi， 你看一下密码，我问一下吧。手机怎么停机了？或者我给你开个热点，你连我的。没关系，开个热点。这样方便一些。我充个值。好，我这样开，你搜吧。我看哪个？就是那个小米那个。密码12我也忘了，或者你回去扫吧，你扫一下。什么扫？你拿你手机扫一扫，就是直接连我的个人热点，是不是微信？加入就行了。好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加入不了？没有，等一下，我看密码，密码我也忘了。那加了，加了，加了啊，加了。你他妈的没到月底怎么会停机呢？搞不懂啊。没到月底了。到了呀，31号月底。31号不是月底，他1月1号才停机啊。你充了吧？嗯，充了。那我把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不是，他一般停机不就是1月1号才停机了吗？其实我的话费也不多了。哦，标题改了没有？西安兵马俑之类，我的欠我的债务问题我自己来好了。一哥，本来我有这想法，想问一哥借点钱，但是我也想算了，一哥来西安了也不容易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呦，这真的是，这真的，我说实话了，我在上海都想去借。其实说实话，你去的，你要问我借一点的话，我确实也不会借。哦，对。这么真实吗？对，是的。不是借钱我还呀。我又不是不还呀。那也不借。朋友只朋友就不能借钱。一码归一码。
对，预支点工资也行，因为我现在是一哥的底下的员工啊。谈不上，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发个提醒啊，行啊。红兵没钱啊，红兵一分钱都不出的。昨天出了20块钱，昨天第一次收到大主播红兵给我转20块钱买水果了。红兵转了20啊？对，红兵花钱了，红兵花了二十块钱。你怎么转了20啊，红兵？啊？这么大气啊？红兵来西安就花20块钱，我都花了好几百了。说实话的一个，这话怎么？本来我以为你是要夸他，怎么后来我感觉你说这话都有点在骂他呀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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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？红兵是不出血的，我也不想出血，其实，但没办法，一哥来了，我多少也得放点血。昨天的泡馍花了80块钱，对吧？我也出血了，我又做事又出血了。下次节目是让红兵出席啊，并把门票让红兵出，可以吗？他肯定不会出。一个人120，三个人的话就是三百六，让红兵掏个这个钱。我觉得红兵360应该能花得起吧。你可以试试，我试一下。但是呢，多数情况下呢是没有的。红兵，兵马有钱你出吧。他给打电话。我也想旅游不花钱，一个人让我把我带着，我能做事。老黑的眼睛怎么了？有点肿是吧，各位？没办法。不是被打了，就有点肿。一哥一直在积福报，没睡好，就是没睡好才肿。哪里？不会很肿吧？有点血丝嘛。昨晚搞太晚了，昨搞到4点钟才睡觉。不过也知道，昨天认识的闺蜜，成为的闺蜜确实好看。我跟她聊了一路。眼睛肿嘛，很正常，没休息好嘛，这几天都没休息好，所以你们看看，他妈的，出来给你们博次户外，容易吗？啊，你们想想，给我出博次户外容易吗？妈的，睡嘛睡不好，休息嘛休息不好，还不上上，妈的。上一上啊，礼物上一上。昨天我在抖音都挣了四块钱，40。对，问题还没赚到钱，他妈。喂，你好。外面。啊，好，我开门啊，你等一下。赚到钱也就算了，问题还没赚到钱，妈。还有一个还没到。还有一个呢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分开点啊！啊，分开点，分开点的。其实西安外卖
也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做饭。一哥他我买了包子。我其实我也买了牙刷，你买好了就算了。啊。我早上8点半起来就给一哥去买包子去了，然后一哥也买了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在我家肯定要让一哥吃饱，这点我是绝对要尽到地主之谊啊。我八点半起来就去周围去买早餐了，一哥还在休息。所以一定要一哥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在我家肯定要让一哥宾至如归，有家的感觉。红兵虽然舒服了，又有妹子陪，还抱妹子，还亲妹子，还看马牙线，而且没有花多少钱。我昨天就是跟闺蜜聊天，我也没上手，所以我是正人君子啊。那红兵也没花钱呀，我昨天花了89块钱吃泡馍了呀，花钱了呀，而且油费昨天也是我加的。那讲道理啊，对吧？两个人为啥红兵不花钱就没事，我不花钱就有事啊？这样吧，红兵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，可以吧？那我在上海，红兵也没请我吃饭呀。我在上海最起码还请了吃顿海鲜啊，花了800块钱。很喜欢薛总一句话，款待黑人，款待了泡馍是吧？对啊，泡馍就是我们西安作为最高礼节的一个迎宾之道。他用西安最高的礼节款待我了。本来薛总早上还想请我们吃泡馍呢。感谢歌神王教暴揍驱王红兵的一架飞机。感谢老板的飞机哦。这名字真的是。帝王套招待安排的明明白。哎，帝王套是什么套？就是那会所啊，你昨天不去。哦。我把那个邀请函都拿到了。哎，这个会所是什么样子的？谢谢613的一架飞机，谢谢613的飞机，感谢613的飞机。要么实在不行的话，晚上跨完年或者怎么样，你安排一起去会所唱个歌吧。可以啊。要钱吗？唱歌不要钱，但是你要玩技师要钱。技师的钱哈，不是你唱歌的地方怎么玩技师？不是找技师呢？因为那里面可以沐足，就是一边唱歌一边洗脚，一边唱歌一边洗脚，还能喝酒，对，还能喝酒，对。那如果不洗脚，光唱歌喝酒呢？那应该不可以吧？因为人家主要是靠洗脚的，
其实就是靠睡觉的，唱歌只是个噱头，印象还不错。那不行啊！啊，但我直播不能去洗脚啊。那就去纯 KTV 就好了。纯 KTV 要钱吗？我可以探店。你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晚上血统发挥一下。啊。你外卖来了。买在路上。就包子，你先吃包子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啊？不吃了。那你们要不喜欢吃早点的话，我就不买了，接下来。我觉得早餐已经很重要，要吃好。今天晚上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和大家一起跨年嘛，我就找一个饭店，好吧，不要去酒吧了，找个饭店或者怎么，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和大家跨年或者怎么样吧，啊，一起吃个饭，吃个夜宵啥的。酒吧因为昨天那个酒吧去的太吵了，再加上信号不是特别好，大家，不是特别那个。对，找个安静点的饭店包房啊，啥门一起大家吃一下，跨年热闹一下，好吧，酒吧就不去了，安静一点。现在中午了，其实中午就适合吃泡馍，中午一般都吃泡馍。我们这帮西安人都是中午吃泡馍的，早上一般不吃泡馍。找个 KTV 款啊，别 KTV 乌烟瘴气的，进去以后就怕信号又是不好或者是怎么样。KTV 里面有 WiFi 的。还是算了，还是那个吧，吃饭吧，找个吃夜宵的地方我找。因为昨天车模不是说去长安什么大排档吗？长安大排档是吃什么的？里面有各种小吃，就点菜。啊，行，也可以，但是里面消费稍微有点高。没事，薛总，你款待吧。让红，谢谢阿五的心愿，让红兵款待一次吧。啊？什么？让我什么？谢谢阿五的十组星一百个心愿灯，谢谢阿五的十组一百个心愿灯。吃饭吧，吃点吐司。你看，一个，真不好，你在我家要吃外卖，其实我给你做饭的。没事。谁聊天？喂。这是我吗？德邦快递，送到哪里的？没有人吗？啊，对，是有人，门开着就帮我拿上去吧。是被子。哦，床垫，我买的床垫吧，你帮我放上去吧。这红兵啊，要不要吃个吐司吧？啊，吃点饭呀，一会儿。如果那个兵马俑地方没地方吃的，啊，那边没东西吃。你不吃东西的怎么行？哦，你帮我准备的另一个是给我，给你的啊，还有包子。好，我吃包子就好了。牙刷在哪里啊？牙刷就在那个，我看。来上门的长安大排档人少。高级啊。好的。到时候找一下吧。我给你拿杯子。不用杯子了，我用碗。就昨天喝水的那个碗就行了，不用杯子。不用。你不用说。牙刷呢？爬华山的话，后天吧。昨天就商量一下做节目嘛，后天吧。
胡辣汤可以啊，胡辣汤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胡辣汤是早点，你吃吗一个胡辣汤？徐总，麻烦你。胡辣汤。嗯。徐总。嗯。有没有水啊？厕所里面不就是水吗？是等一会儿喝一点水去。那是有。那昨天的我杯子里水。有可乐呀。我没喝过。有可乐呀，买可乐喝呀。那不这么可乐？不喝可乐，不喝可乐。你徐总烧点水，我用这个冷水呛点那个你烧的热水。好，嗯，谢谢啊。口腔溃疡，可乐送给。嗯，我在车里，反正你们看兵马俑，那看兵马俑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一样的呀。我在车里啊，你要看？哎，我一定要看。嗯、啊，这你要负责整活赚钱。啊，我知道。不然的话呢，你也变成无用之。我有用之，我昨天有用之。昨天没有用，昨天没赚到钱。有火箭那个找的那个搭档的女嘉宾不是有？而且明天爬华山你也要出力。啊。嗯，对吧？爬华山？嗯。还没定了，爬爬山还不知道能不能爬了，对吧？我构思一下，构思一下。不用构思。啊？不用构思，你只能跟着去。我知道爬爬山啊，嗯、有钱赚的都啦。有钱赚。哦，有钱赚的好事啊。那昨天张师兄那个问的时候，要通报一下张师兄。我们准备爬华山了呀、嗯。那你要不喝可乐，我又喝了啊。啊，你喝你喝。水在烧的吧？啊，我在烧。哦、好。那个洗脸有热水吧？没有。啊、哦，没关系。你先把牙给刷一下。好好好。那个我把我的朗逸开过来了。那个 Polo 给我弟还上，因为我弟上班又有用了。啊，不开 Polo 了。朗逸这车能大一点。哎呦，薛总，这真的是客气了。啊，没事，应该的。就 Polo 哦，今天换朗逸了。朗逸能大一点，我朗逸的话就是我是，当时，2017年买的。黑少就是说、嗯，薛总今天还是别让他睡沙发，这不太好。嗯。你还是订个酒店吧。没事啊。你要洗澡的，他要洗澡的，对，可以洗澡呀。可以，啊、我就这边可以看，暖气开，很热的。嗯，都是你的。哦，好，我在。我的意思是啥？你可以把酒店钱你给我呀。啊？你这为啥要花？我要花钱。哦。把酒店钱给我呀。酒店的钱给你啊？对啊。你们睡床呀，就是好的。就是一哥要给你转账的。而且你们昨天也睡着床呀。嗯、哦，是吧？是睡着床吧？是是，不让住酒店，完全在家里收钱。酒店很贵的呀，真的。灯在哪里开啊？就那样开啊。你看出来播做直播还是热闹的呀，比我一个人在家跑、啊。你看我开播也这么早，我出来播户外，你们想想看，各位，实话实说，他妈的，也不可能这么早播，对吧？你们也不可能这么早有地方他妈的打弹幕开心，对吧？都是让直播开心嘛，直播间开心嘛，看节目该骂的骂，该说的说。都可以用。哎呀，而且我昨天也没休息好，昨天出沙发也没休息好。欢迎地主哥，不影响我啊，不影响我接下来的这个干活。嗯，我要开车的，我全程要当司机，要当导游的。那为什么我这个充电充不进去啊？我操！谢谢拔萝卜 seven 的一张饭卡。我
打肉费是薛总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不会我要的。啊，不用。这应该的。只要一个开心啊。这薛总怎么会问要打肉费呢？但一哥，这个油费能不能商量一下？因为油费啊，就是这个。这油费不是昨天你加过油了吗？那换个车呀。Polo 车我加满了，但是这朗逸车没有。你这样吧，油费算我的，我借你钱，这个钱我出，我就是算你借我。对，算这可以吧？哎呦我操，我他妈我来都买了，我吃你的，我还问你借钱，不太好吧？不，那你加油，那没有油啊，你怎么去兵马俑啊？你要知道这个，你就是花钱，你包车一天也花呗。哎呦，这真的是，好，感谢雪冬，你还借我一点啊？对，我借你钱，我给你还。好，这个钱是我算我的，好吧？但是借的啊，一码归一码。对，一码归一码，这钱我一定还。好，你就包车一天也得花这钱，对吧？但你这车不可能是包的呀，对吧？这我自己的车呀。啊，对。那油确实现在目前有点困难，加不起。嗯。有车有房，就是没有钱。我自己租不行啊，我自己租这个要喝酒不能开啊。而且西安租车很麻烦的，要身份证，又要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押金。不太方便，那自己有车，我有车为啥对吧？红妹啊，你今天那个女的女主播你要找吗？你要叫吗？随便啊。哥们你喜欢吗？你就叫她呀，对吧？还能给你卡卡油呢，你昨天都勾着人家喝交杯酒了都，说不定今天晚上还能带回来弄掉呢，啊。对，你在西安包个车，再包个司机，一天1000块钱，算便宜的。而且我是连工作都不干了，都辞职了，就为了一哥。我觉得一哥很重要。哎呦，这说的太严重了，这为了我工作都辞了。我上海工作辞了呀，我跟你说过。哎呦，你不上海不是说被公司开了吗？我自己辞的，离职的。因为你要去西安，所以我没办法请假，人家不让请，所以我一气之下辞职了。我觉得人很重要，一哥来西安，我要一定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安排的明白白，那今天晚上这吃饭啥的？吃饭我借，算完了，我借你钱，这钱我不敢给你还，好吧？那不是还是我还吗？真的？我借呀，这是我借的钱。肥皂有啊？其实是我，其实是我掏的钱。那个肥皂有。因为我给你还的。那个肥皂有没有？肥皂在那上面。你要肥皂干嘛？洗洗手啊！我靠！直接。自来水洗一下嘛，不就好了吗？还洗脸吗？我也不用肥皂洗的，他妈的，你还考就用肥皂洗？这个肥皂，你看了，没用啊，没用啊，我再用肥皂，这是有的，没有没有。快点，红兵走了，出发了。啊？来不及了，快点，出发了。啊，很近的，都开过去很远。我知道，等一下。那快点，妈就等你一个了。你们要明白道理，我一直在做事儿呀，没有在躺平啊，是吧？我在做事儿，从前到后一直在做事儿。地主哥，这不是给大家做节目吗？户外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无怨无悔啊。所以这钱做户外，你说我现在回来的话，你现在是这样，也不考虑创收不创收的问题了，对啊、就考虑直播间的问题了。一个我跟你商量一下，要热度维持一下。西安所有的费用我出，但是先借一下，多少钱你到时候给我打个包，到时候有钱我给你还。我当这么多人面，我借的话得立字据，可以，可以，我给你写了，就先所有的费用我出，但是先借你钱，等我明年把账还了以后，我慢慢挣钱给你还，可以吧？那你比王琦还差一点，因为王琦还发工资还会还呢，王琦马上发工资了都，那我也还钱呀，我又不是借钱不还的人。因为确实今年我的债务危机困难的很，要不然我就不说这话，我有钱肯定给你花的，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没有办法花。薛总困难了。对啊，今年特别困难。
哎呦，来的不是时候，因为赶得巧的话，你现在看，在你不困难的时候来，对吧？啊，哎，但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啊！我说我没钱，那你肯定不来了。其实我内心想让你来西安的。哎呀，这款待也没款待好啊，薛总。但是我会尽力啊，尽力款待啊，安排最好的房子，以及这个。服务导游薛总，你不会到时候开个直播跟王琦一样开我专场吧？哎，不会，一哥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这人非常就是会感恩的，一哥是我一辈子的朋友，一辈子大哥。快点快点，你衣服穿吧，我擦脸的呀，穿那个那拿纸擦呀，啊，拿纸擦，纸呢？兄弟，兄弟，今天订个酒店吧，那受不了了，这，订个酒店吧。你住这么大房间还受不了？对吧？不是，我们不能让薛总就是老住那个沙发呀。你睡的房间是最大最舒服的。对啊，你床是2米的床呀，最大的床。啊、我一哥睡1米8，你睡2米的床。我睡1米8的我觉得2米就没1米8的舒服。你这2米的为什么不舒服啊？不是订酒店可以啊，你让红明出钱，你还是愿意出不？1300。你要知道西安好多人没有房了，说实话了，快衣服穿起来走了。60%的人在西安打工没有房的，买不起房的。不是我在吹牛逼啊，我在西安有车有房，那是我的能力啊，以前我赚钱的。我们来一次西安，说实话已经开了薛总2辆车了，一辆昨天的 Polo， 一辆这个今天的朗逸。所以说你看一下鱼把我。只是说我今年困难，不代表我以前困难，不代表未来我也困难。人总会好的一天的，等我好一天就是感恩黑人意的时候。直接先开皇帝啊！我操他妈！这都准备开皇帝了，10块钱在我这儿，以前真的不在话下。所以一哥，不是薛总，你啥时候偷拍了我的睡觉呀？真的是，啊，我的睡觉你也偷拍我了？还是有卧底啊？我看这卧底是谁啊？这还好旁边没躺个女人啊，躺个女人他妈的这不是没了吗？不就啊？我看一下这个卧底啊。这个薛总，这个是真的是，哎。我在慢慢挖掘卧底。一哥，你也不要想我那啥，我因为我的微信里面有好多卧底，我就看谁啊，还没删干净，因为我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人。哎，这薛总真的是，我睡觉你别拍我呀。我觉得王琦是最大的卧底，我把王琦先屏蔽掉，先不删他。这个王琦有朋友圈的，我先把他一设置。不让他看了，这别动不动就拍照片，薛总，这个，这睡觉时候啥不能拍的，真的，你别趁我拉屎撒尿你也来两张。那不会，睡觉那不是你啊，你可以把他。我上个厕所，走了。后面是不是你把我出卖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反正现在就三个人，一个王琦，一个你，一哥不会出卖自己的。哎，睡少了是吧？啊，人好了，你去端一下。啊，有卧底啊。端一下哪里啊？我看一下还有谁啊？我要把水在哪里啊？水在厨房呀，烧好了呀，你端一下。我现在这微信啊，有一些卧底，所以我要把它清理一下。不是这个卧底好啊，啊，至少他妈的知道你拍我照片了，你回头再拍我一点乱七八糟照片，我吃不消啊。啊，薛总，没事，因为你也在朋友圈，没事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这人做事就是这样，就是发朋友圈，大家都可以看。兄弟，你干嘛呀？这个，薛总烧的水啊，喝的呀。这。这杯子，因为啥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一哥在我房子住了，将来我卖房还能升值一点。一个网红大 V 在我房间住了，房价能卖高一点。
这个房子将来我要卖的。你早上起来喝水啊？喝点水吧。其实一哥，这房子你也可以买，把它买了，就挺便宜的啊。这是你现在价。不，我不买，我不买，这借钱已经蛮过分了，薛总，这你让我在这既然买套房，我这个真的是。不是我给你便宜点，你算100吧。不。这房子其实挺好的，格局呀、啊，通风，包括你看阳光。今天外面算冷吧？蛮冷的。以后你来快点，走。来西安就加了。快点下去看看西，狼姨去了。走了，出发了。比少，快点。穿厚点啊，都冷啊。洪斌这个拉屎是确实是多，这个我承认。妈的，这逼拉妈拉屎贼鸡巴臭，我去，一天拉3泡屎。快点，走，出发了。三明治吃到了，哦，在路上。昨天我昨天拉屎，我都替红梅刷过一次，很脏的。是。哦，走。我操，有点冷啊！我出门就感到一股寒气啊。寒气逼人，敲窗敲碎了。出门就是一股寒气。西安晚上各位真的冷，晚上他妈的我看路上都结冰了都。对，这房子有暖气，还行。前几天还下雪了是吧？一哥。啊。后天我能不能带你去见几个人啊？见谁啊？就是帮我演个戏，就是一些债务人员。啊！别！你听我讲过。不！这事不能干，你别吓我啊！这是我过去他妈要被打了，会按着我手他妈的，我帮你还债呢，这。不当保镖，你找洪斌吧，洪斌可以，洪斌这马子可以，现在洪斌那个我可以，现在我帮你了。那是洪斌去，洪斌正好派上用场。欢迎花喵，吓死我了。
做的，回不来了就。这题目做的他妈回不了上海了，就难度系数太高了。有点冷啊。这是我另外一辆车，这个档次高一点了。血统大一点，因为你害怕你。哎呦，这血统这档次高一点了。我的车还是。嗯，这是再跌下去，差不多应该坐野马了吧？野马还没修好。啊？野马我一个配件坏掉了。嗯。要从国外去就那个火花塞，要从国外拿。我操！这野马他妈的还得用国外的火花塞啊？野马是美国的呀，我要是从美国进口来的，在国内没有那个零件，真的。嗯。车我有的有真的是我以前买了很多车，但是我觉得车这种代步工具啊，有车对吧？嗯。瘦死骆驼比马大，你知道吧？不会，这是野马是美国国外的车，进口。对啊，美国的车啊，福特野马。嗯。哎呦我去，真的是成本高啊，这个。我在西安车还是挺多的。嗯。我以前不是跟你说我还有辆猛禽吗？卖掉了。车现在便宜，那是个人都能买起车，对吧？嗯。代步工具而已，没有什么，基本操作。这明天会不会再换辆车？啊，不会，我的车也没那么多。嗯，这个车就稍微大一点，稍微大点，大家坐舒服一点，舒服一点。那个车是我弟的，知道吧？他上班用。这薛总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实在债务还不出，你把车卖了不就还得出来？车我暂时卖不了几个钱，因为这二手车现在卖不了价，说实话呢。那还债够呀？还债的话，慢慢来吧。你看，一个这个油啊，我没有加，你看一下，这是，反正说好的，我借你钱，到时候给你还，算不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咱们去兵马俑，这个油费我出，嗯，但是你先给我借一点钱，加点油，因为你没有油的话就去不了了。你看这，你看你自己看，马上见底了。还有很多呢，还有一半呢。那去不了兵马俑，这车一会儿都没有油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先看，你先看。路上撂路上了，那这肯定不会撂不了路上，没事。还有一半不到呢，够。啊不，一小半，这是很虚的，这虚油。没事，先开一下看看，没快没了再说。快没了就来不及了，得先加好。加好以后反正都得加，你肯定还要去别的地方。先往那边，我的意思是路上看到再加。好。反正这个钱也是我出啊，只是先借一下，周转一下。这个钱我掏2块钱，没事。停车费其实挺贵，其实我不愿意停车停高了，2块钱我都有点省。哎，师傅，多少钱？2块。嗯，我就是一码归一码，这停车费还是能掏得起的。这里开到兵马俑多少公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等着导航一下。兵马俑，看一下。操，我要车，等一下我要车。兵马俑。120啊，门票。多少公里？120公里啊？不是，没有120公里。价格120，门票120。这个钱，我希望红兵出。啊？哎，不是我，哎呦，我现在真的一小时。
现在是我们走走三十六公里还行。三十六公里还行。三十六公里，大约需要一小时两分，预计下午1:16到达。前面有个停车场，哪里啊？便宜的。请走最左侧车道。加多少？加个200。350米后，在红绿灯口掉头。我借你200，没事，这钱我出，到时候我给你。是加个100吧？100也行。这个不太宽敞，我也不太宽裕。啊。真的假的，兄弟？你经济不太宽裕啊？是。啊。那侯斌出一点吧。你出点吧。我身上没有钱。你出50吧，好吧。难怪兄弟出五十。难怪酒店不住啊。哎呀，这个我没安全感了呀，经济不宽裕。我没钱，你怎么没安全感了呀？对呀。我操。但是，不是，侯斌，咱说实话，你稍微出点血，出一点血，好吧？啊。出一点钱，我昨天买水果了呀，水果2块那不值钱呀，应该的。水果这边我还花1块钱呀，兄弟，我多掏1块钱。难怪酒店。对啊，所以说是省点啊，兄弟们。现在可放心行事。省点。现在都困难时期，知道吧？就是要省钱的。省点，大家省点。所以我说做饭，其实做饭就很省钱。徒步过去也可以，太远了。掉头后右侧公交车道，现在可放心行驶。2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，往永城路北城路方向，即将向右前方行驶。蛮舒服的，对啊，这在我以前是买菜车，现在怎么说了？买菜车，对，这车位怎么往后一点？你可以往后，一会儿上。向右前方进入辅路，随后15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其实我们坐地铁很方便的，又省钱。你看地铁口。坐地铁去兵马俑是不是不太方便？方便啊，一站闸。1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可以直播呀，没信号了呀。地铁那有信号呀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。地铁还是没信号。向右前方行驶。请走右侧车道。100米后经过环岛，绕环岛右转，进入永城路辅路。好了，看兵马俑去了，兄弟。一个我问一下，是红兵跟你出去穿没花过钱？红兵他花过钱，花过，有的时候他会花点钱买单。花多少钱？没记过。地上有钱的他还是会比较大方。是啊，我有钱我也大方。即将向左前方进入主路下坡。向左前方进入主路下坡。下坡。所以只能说一个来不是时候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过来找我玩。如果早2年前的话，就不是这样了。继续行驶1.2公里，天天夜夜笙歌。这没关系，下次补上。啊，可以。但我去上海，你可不要，不能这样对待我。你来上海应该差不多也该到我最困难的时候了啊，因为我现在开始已经有点困难了。那工作室这个事儿。还是可以睡的。工作室这个事儿，你和王琦就一人只能一个嘛，就是要么你把他赶走，要么他把你赶走。那就 PK 吧。嗯。投票吧。啊，对。愿者服输。嗯。让观众决定。嗯。因为我去上海，我必须要把住房的问题要解决掉。对啊。是吧？吃饭都无所谓，就是住房的问题我一定要解决掉。对，所以这个真的有点难了。
王琦他自己上班，他是有宿舍的呀，对吧？他是有房的，王琦在上海是可以有宿舍住的。不知道，他有的，是吧？你跟他说呀。600米后靠左行驶，前方红绿灯，请直行，保持直行，建议走左侧两车道。那关于工作室，我也能看门是吧？看门我也能看门，守家，人在塔在，这事我也能干。直行通过当前红绿灯。路口处有违法拍照。我可以先住鸿明家。250米后。哦，对，鸿明家有张号。对。请走左侧两车。鸿明啊。啊。那个薛总住你家里，这里有什么意见吗？没什么意见。可以啊。欢迎热烈欢迎。哦。哎，那解决了。那能住多长时间啊？住能住多长时间，鸿明啊？起码一个星期啊。一个星期？那不行啊。我起码要住半年，半年起啊。住半年起，鸿明，你这里怎么说？没问题啊。哎呦，这大气啊！我操，鸿明还是够兄弟啊！可以。那行，说好了，你可不要找任何理由啊！放心吧，我一去上海，他妈没有房子，我会睡到马路上的。我先扎根在链家公寓，然后慢慢通过链家公寓周边，我去找些工作干一干，探店呀也好。400米处有违法拍照。你先帮鸿明把楼下那个按摩店谈了。啊，可以啊。嗯，鸿明要感谢你的。啊，楼下那个按摩店不错。700米后进入浐灞隧道，出隧道后有分岔，请走右侧车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走右侧三车道。这个薛总是准备扎根在上海了。前方路段限速60。确实，不是，我要打算在上海发展，因为上海我看一下，这个钱还是比较容易挣的。我上海钱没这么容易挣。但我们这行业还可以。一次500，看店啊？嗯，我在上海是，吃过力的，包括一个你也在上海，有时候我想找你吃饭，找我吃饭？对啊，你不是要总要吃饭，你吃饭把我再带上，一样的呀，就多双筷子而已。哦，反正你总要吃饭，请注意，出隧道后有分岔，这样我就很省钱。进入浐灞隧道，全长1.4公里。你看那三文鱼头我都没吃上，还有那个你吃的那个什么？行驶，即将靠左行驶，靠左行驶。150米后靠右行驶。兄弟们，我即将靠右行驶，这是很应景的呀。对于我们现在旅程。靠右行驶。